Hello， 好，玩具 TV 第廿几季？真系唔记得，廿七啊，廿六啊，廿六啊？咦，九月咯喎，廿五啊，新一季噶啦，哦，是但啦，九月啊嘛，第廿六季第一集啊，好似得八集，我哋有几集冇做啊？嗱，我哋依家系咁样分九十集啦，诶，唔系喎 ，sorry， 九月未完吓，十月先第一季，真系唔好意思，诶，系咁噶啦嘛，诶，做人嘅嘢梗有时会受错噶嘛。我差啲誤會咗你，開唔到啊！開到，好，不如，不如，好，我翻去爆粗，好耐冇見嘅爆粗牌先，好啦，講講先啦，今日同阿靚仔加拍檔啊，咁啊講一講呢個 DID 嘅二戰一比六嘅德軍啊，係非洲軍團。每次開 DID 都有種神秘嘅驚喜，因為而家其實你會發覺一比六嘅市場咧，大家開始唔係好追求一啲即係非常之。接近真人類的產品，即係唔會話我支槍的所有嘢要做得好仔細啊。咁或者係嗰件嘢係木嘅就做木，係鐵嘅就做鐵嘅。即係大家已經開始停咗，好多廠已經冇咗追求呢樣嘢。我同意，你就會見依家啲物物地一路堅持去做呢樣，所以其實每次咧睇到嗰啲產品咧，我都好開心嘅，因為。他依然每次都帶到一些神秘的驚喜俾你。即原來工藝咧，雖然係大家都未必要追隨，但有時佢都佢有仲有啲人去堅持下。其實因為個成本上漲嘅關係，大家都好唔願意去做呢樣嘢。係啊，呢次個 bad job 個幾靚喎，個非洲都係即有啲嘢，即唔係純粹塊沙漠咧。以前嗰啲係樹啊、叢林咁樣啦。嗱咁呢個 bad job 唔講啦，玩開嘅朋友知佢每次都有個好靚仔嘅 bad job， 幾有用嘅，有時我嚟影相咧。我都會借用佢哋嗰啲 background， 同埋啤啤地睇落似有啲景深啊嘛，咁跟住就擺翻隻人喺度，又覺得有啲夾。因為有啲星都問我點解你可以有嗰個 background 雪地嘅咧，咁我其實我就係用呢啲啦。咁啊當然要買翻隻。好，咁睇產品啦。嗱呢一次咧呢個套裝咧係有多少少嘢嘅，因為除咗呢個主體 figure 咧係一個 MG 嘅 gunner 咧，即機關槍手之外咧，其實仲有一套隔離嘅配件包嘅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今次個重點咧，我今日齋，我哋睇下啲配件咧得意嘢先啦。好，咁啊，我而家開 PPT， 我先介紹下先。嗱，第一浸通常都兩浸啊。嗱，呢啲就係非洲軍團嘅基本裝備裝操啦。咁我唔會咁孤寒拎出嚟嘅，都拎出嚟嘅。咁我影下個人先，睇下呢次個人咧又似邊個明星啊？睇過。我唔知啊，我真係呢個唔知。唔知啦，個樣比較奪啲嘅。係啦。好奪嘅，有啲急屎，即係佢又即係唔係好即係面尖尖嗰啲咯，唔係嗰只咯。不過你成日出極都面尖尖，其實嗰種啲騎呢樣啊，呢個又唔夠騎呢。佢有啲表情都幾得意嘅，即係我覺得佢有少少神情，神情起碼。即係等於你話《明日戰記》有劉青雲個開口嘴，嗰個樣幾靚。係啊，我不嬲都係覺得係，因為好似阿嘉華齋，其實我哋追求緊另外一啲嘢㗎啦，即係有時唔好淨係都木口木面咁啦。好，咁啊呢個唔特別介紹啦，不過可以講下呢對鞋咧，好多人問呢對係真皮嚟嘅，真皮做嘅杯嚟嘅。哇！因為好多時舊皮你即係假皮，你知好快係會爛。係啊係啊。咁佢哋就用咗真皮，甚至連最近啲皮褸。他們都是用真皮做好了，正如成本上漲剛才講的，其實車隊整對這些鞋，如果你要看數量，數量多可能都是六七十元，是啊，六七十元對的，這些鞋做足的，正做好很厲害，所以其實願意做這些真的很了不起。由於這叫老牌軍事廠，我想都超過十幾年的歷史了。其他配件我不講，重點是阿嘉開了機關槍的一些配件出嚟啦，其實個重點個主角就係呢壇嘢啦，係咩咧？就係嗰支 MG34啊，因為呢支 MG34咧，我諗係應該係市場上係唯一一支咧係完全係全金屬做嘅。以往係有啲係有好多係啤件做啦，嚇咁，但係呢次呢支咧係全金屬嘅，嚇我唔敢肯定係咪第一次啦，但係呢支係比較完整啲啦，全新開模嘅。咁你見到嗰啲叫做我叫通風位咧。頭先就係講啦，阿嘉文嗰個管係咩嚟？呢支係咩嚟嘅咧？其實呢個就係我嚟載住一支後備嘅槍管嘅。哦。因為當時 MG34係全世界佢即係發射子彈嗰個速度最高嘅一種武器啦。咁佢射咗一轉之後咧，佢會過熱嘅。咁過熱咧就唔可以用嘅。咁就要拆開呢個槍裏邊，就將嗰個槍管換咗去，咁就可以繼續分。哇！呢個都係金屬嘅喎。係啊，全部都係金屬。佢儘量都係頭先阿嘉講嘅啦，即係金屬就金屬，木就木咁啦。嗱，我試下開唔開到，因為其實我真係第一次開。其實喺呢度應該有個位咧，可以將一個
呢個外槍管咧褪開，然後將支槍內槍管咧裝落去嘅。咁呢度避免失禮咧，我就唔嘗試整啦。不過大家欣賞欣賞下呢支槍嗰個精細度啦。但其實好得意，佢支槍咧，因為我唔係好識軍事嘢啦，但係佢我第一眼睇落去咧，好有星球大戰嘅蓋世感。喂，你講得啱喎。係咪啊？真係嘅 ，exactly 1977年嗰陣，七四年咧，佐治魯卡斯佢哋嗰啲道具咧係。有個沙兵揸住嗰隻，即係 MG34改裝嘅。哦，係啊，所以係好似就睇落去係嗰種，即係嗰啲槍柄同嗰啲槍管咧，好有嗰《星球大戰》入邊啲武器。絕對係，其實你要睇翻佢帝國嗰啲兵咧，其實都係用翻納粹德國嗰啲軍服做藍本嘅。哦，你見有黑色啦、灰色啦，嗰啲啲 cap 帽咧，其實都係好似嘅。你完全係啊，唔係估嘅，係真嘅。即係可能你拿呢支槍俾個白兵揸，你都冇乜位。O K 㗎，你真係順便你真係買個B6嘅沙兵嚟睇下，真係差唔多嘅。好啦，咁呢度咧呢一個咧，其實裏邊係有乾坤嘅。咁呢度正常會開翻，因為都玩開二戰人都識㗎啦，即係因為跟足原著做嘅。好勁！佢淨係呢啲扣都好有心機做，因為其實做一打開咧，我都知裏邊有餡㗎啦。哇！真係有餡嘅，就係呢支槍管啦，就係講呢支。換個槍管啦，都係金屬嘅。嗱，我目測咧就呢支係未裝嘅，咁我真係我唔敢開，應該係有位褪開佢就成支管放落去嘅，咁應該做得翻嘅全串係啦。咁呢就啲槍管啦。咁今次佢俾咗一支，咁應該其實正常咧佢裏邊有一支嘅。咁我覺得就係其實真係唔需要嘅，你玩到個 function 已經好開心㗎啦。哎呀，我唔知啦。算啦，唔好搞啦。睇個神秘嘅說明書先。好好好啊，真係好啦，有人。咦？不好意思啊，佢係要掃 QR code 嘅。大家想睇佢點玩咧，你就可以掃花曲，上去佢嗰度睇片啦。咦，有 YouTube 添喎。係啦，佢有 YouTube 片嘅，咁你佢呢度就係教你如何玩呢個啦。咁你就可以掃呢個去睇啦。咁我估計應該都好精彩嘅。啊，仲有呢啲你好少見嘅咧，就係呢啲啦，就係嗰啲好堅執嘅。哇！一比六玩家子彈係啦，嗰啲子彈係銅子彈嚟嘅。真係逐粒係上嘅，咁點解今次咁短呢？認真講，佢嗰陣做嗰條100發嘅咧，其實成本係好貴。咁結果咧，佢哋我諗就亦只其實又唔係個玩家玩咧，就冇用。通常我哋掛喺個身上面就好型咯，成支彈。咁不過呢支係每一粒都係咁嘅。但佢應該係佢裝翻落呢個子彈。對，呢個子彈鼓係啦，呢個子彈鼓呢個針咧，其實裏邊應該裝咗50發嘅子彈啦，每一個。咁呢個就呢個膠嘅，咁同埋呢個應該裏邊就可能係通心都得，我哋可以試下打開睇下，因為呢啲係。所以應該拆出嚟用，然後有一半一半就遮匿喺入邊咁樣。係啦，嗱咁呢啲係傳統德軍嘅玩，德軍都知啦，呢啲鼓。呢個都係金屬㗎。呢個就唔係呢個膠嘅。咁以前都好似出過金屬，嗱咁裏邊咧打開咧就吉嘅，咁應該就裝到50發子彈，咁呢個位就會出啲子彈咯。咁佢應該啱啊，加個啱就將個子彈放喺出邊，就假裝佢係即係成排子彈咁出嚟。以前係出曬嘅，曾經都出過。係啦，咁呢啲就玩開戰嘅朋友都好熟悉噶啦。咁我都佢呢條子彈係啊，佢中間咧圈住佢嗰啲位置咧係彈網嚟噶嘛？你見到係啊，佢係一個個彈網圈手圈上去，呢啲人手先圈到上去。哇！呢個真係～真係重功夫到不得了。係啊，之前仲100發添啊，仲要50發。好癲喎呢個！都真係咁嘅價錢，咁嘅質素真係冇得頂嘅啦。哇！呢個真係好勁抽。係啊，呢支機關槍其實真係當年咧係創到紀錄嘅，即係好恐怖，即係盟軍係好驚佢嘅，同埋啲聲音咧係種獨特嘅機槍聲嘅。咁你要睇啲勁嘅電影咧，就知道係專係唔可以假扮另一種聲嘅。哇！支槍咁重咧，原來係啊，全金屬噶嘛。咁呢個就一個做曬舊化、重舊化嘅三個頭盔啦。我呢次做得好重舊化嘅。好啦，好快講完個拉角，因為我唔會詳細講，因為講啲重點先。講下下邊嗰排有咩神秘嘅配件啦。咁啊，玩極都，我呢次冇乜太多嘢。好啦，呢次咧比較少啲嘢。通常咧有多件衫啊，或者褸嘅，呢次冇咁多。水壺呢條水壺咧，啊喲，誒。是不是褲來的？不是，這條不是褲來的，包住那個桶，應該是包住那個桶的，因為這個桶其實會生鏽的，以前是用鐵，生鐵多的，那就會生鏽，就用袋袋住，就防止生鏽，因為以前的武器其實是維修是很多的，經常在戰場上jam子彈的，這個就一個叫canvas leather case，這個其實是裝一些雜
雜不楞嘅 kits 嘅，即係應該話修理張機關槍嗰啲 kits 嘅。咁裏邊應該就冇按摩嚟嘅，但係佢就做到係正常嘅，好似真皮同埋呢個麻布做嘅料啦。即係不過係咁噶啦，年代就唔同啦。如果真係十年前出呢啲，就真係嚇死人。好，嗱，講翻呢個配件包啦。配件包其實配件包唔係好複雜嘅，主要就係個盒啦，真木嚟嘅。戰場上都用啲真木噶啦，然後咧裏邊就裝咗應該 suppose 係一堆嘅配件啦。啊，原來佢仲有一支子彈，哇！咦，成組嘢喎，呢組嘢睇下先。呢啲比較特別啲，即係唔好成日講啲。嗱，呢組嘢就特別啦，就係頭先阿嘉，佢就仲有一排子彈，同埋咧呢扎咧搞笑，呢啲士巴拿咁薄嘅，係啊，呢個應該唔係鐵嘅。是不是食黑片打的不是的，即是厚食黑片應該就不是了，這個咦，這個像膠件或者像其他件啤膠，是的，細型的士巴拿，很小的士巴拿，是的，那這些全部都是修理，就是剛才我講的東西，這些就會裝在袋子裡可以袋起它，這個應該是個另一個如果沒記錯是準星來的，啊，sorry， 這個就是空軍，即是打飛機的準星了，如何是打飛機，打飛機的我來，大家不要想錯，是打飛機的，沒想錯，沒想錯，好了，這裡的 accessory 都是很精細，我放在這裡，那基本上呢，這個德軍呢有沒有補充啊，大家啊，你看一看，沒有啊，我只是看到配件已經看到不知道說什麼好了，真的很厲害，那個心機我覺得他廠真的很有，就是很好像傳統工藝一樣，很堅執地去繼續去做同一件事，不過有前輩講過嘅，你當你做同一件事，你做六千次咧，你就會成為大師噶啦。就唔好六千件事每樣做一次，咁你就成為一個阿叻啦，大碌谷蛙啦。好，如果冇補充，我哋唔拖氣咯，嘉嘉。好，冇問題。我哋介紹到呢度啦，呢個 DID 嘅最近一個新嘅 DAK 嘅 MG Gunner。好，轉頭見啊！竟然冇咳喎，揾緊咯，我唔係好熟，因為唔係我有冇咳？冇啊，冇。你好似好翻啲啦，好翻啲，狀態唔錯喎，好翻啲啊！因為嗌完啊嘛，尋晚喺度嗌個 live 咧，幾好睇啊！我睇得好開心，係嘛？多謝你啊！